1817票的支持甲鼓励，咱伫议会内底会当来实践咱对台湾民主政治的理念，以及着咱对咱的故乡、咱的高雄市、咱的家、咱的三民区的想法，以及着咱的政策。感谢黄清时代，予咱这个肯定，予咱有这个机会来到议会内底，有咱的高雄继续拍拼。我是台湾基进党三民区的议员张国阳，感谢黄清。啊，真谢谢哈、哦，谢谢大家，我这一次登记。6号，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也给激进全台湾120,000票的肯定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所有高雄市民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感谢大家，我是三民区议员张国阳，在这边谢谢所有市民朋友的支持跟肯定，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谢谢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国阳，我是三民区。